了应天宫，有一尊西雅公电道元帅。每一道若去到你的南昆山大天府的时阵，庙方就会邀请咱的西雅公入去内殿，跟咱的昆山龙做客。咱的南昆山龙跟咱的西雅公到底是有什么款的姻缘？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。自古以来啦，来到昆山就是拢入内殿啦。啊，捌一届哦，昆山换新的主任委员来门头关的无人入去啊。啊，七，大家发家，含门个弄家，我就问主任委员讲，啊无，照跋杯啦。啊，照跋杯，大家心内惊。啊，卡输也无杯，永远咱永远就拢袂使入去啊。啊，买手真正甲跋啊啊。啊大家讲啊，太灵感啊！我有诶，真啊连续三杯仔仔啊！咱咧西丁有啥物款诶文化？阮后头以前讲诶西雅公啊哦，全都完善哦，可能毋过百几档以上啦。即附近诶砖头啊，要开卖物件，拢会叫阮西丁处理啊，斗三工安尼啦。阮即西丁哦，甲一般诶宋江丁无同啊。因为宋江丁伊是掠上宝诶，阮西丁哦，头前是摩托车啊。啊，阮西丁哦，有西雅公啊。甲一般诶上岗无同诶所在，就是安尼啦。阮即西丁算大公啊，卡力啊，即鸡翅头每一尊拢有伊诶神明啊。比如像大刀车，即著较会发啦。今仔日是咱诶西阿公诶圣诞，啊，咱吼即道来准备要去庙祭，啊，有准备啥物款诶活动咧？哦，阮每一年吼，伫咧农历诶四月十七吼，透早吼拢是。前往南昆山进香啦，今仔就是西阿公的圣诞千秋日嘛，所以讲阮西阿公啊，就是有一个西丁啦，人数差不多五六十个安尼啦。所以讲到即卖时代嘛，很难得啦。出发哦，啊，就西征西一边，啊，豆豆啊，行行去到南昆山去啊拜拜安尼。最大的重点是讲，阮的西阿公会当入去坐内殿，交咱的五王安尼坐坐好安尼。咱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啊领兵倒来。啊，要来分配兵马，就好伫迄个各个营头镇守安尼，啊，保护咱庄的里面哦，啊，大家安全安尼啦。啊，咱这个西丁，听讲已经有百几年的历史啊，啊，咱是安怎一直安尼延续落去？阮庄的西丁是足久啊，像阮老爸嘛是参加西丁的。啊，因为较早是因为农村社会，所以讲大家宿舍出外拢在庄头内底，要大家要庆典啊，是要训练，这人员要交接哦，较容易啊。啊，但是演变到即马是工商的社会嘛。啊，一寡遐老的嘛，拢差不多年纪拢有啊啦，所以即马就是讲传落去囝，啊，有诶就是讲啊，过去挖些新的人员出来，阮即马诶西丁就做者少年啦，共同哦继续甲伊传承下去，歌红不灭，信念永存。咱诶西丁一定有百年诶文化，啊，为虾米你会有想法，想要来接班呢？开始去练迄个把的部分，啊，后来就慢慢玩到炉。我希望可以让这个施政的文化可以传承下去。咱今嘛已经去南昆山领兵回来呀，准备要来了见安五爷。听讲咱的西阿公在安五爷当中会特别去三个点，因为这三个点听讲最容易发生事故，所以特别去啊落阵。啊，了见安爷就是讲为砖头开始洗吼，就是讲为中爷来庙口。这个嘛对，啊来就是为东营啊，啊来就是南营，啊来到个社会迄个北营去，啊来到个西营，啊到西到东啊，但是中间有几个路头吼，因为之前就是讲它会发生车祸啊，所以讲有三个所在拢会过去祭拜，啊伫遐安米胎啦，啊伫遐插旗啊，安尼的。啊，咱去安营倒来了，佮有甚物款的活动咧？入来到咱庙里吼，会佮。坐一下椅，拍一下靠的吼，一挂迄个大刀啦，啊大旗啦，咱这个庙埕吼，啊搁伊啊表演一下安尼。咱的西阿公，捌有啥物款的神威咧？迄阵咱咧做高岗白鸡啊，爱啉啊，自早啉到暗，啉到我迄阵肝一千多啊，医生讲我也无换肝，剩三个月养我，我也想讲啊死就死啊，要换啥物肝？买酒。伊总啊派药材给我，哦，我照药材吃，爱叫我爱烫只脚，去有土的所在去铺去。
哦，我照照意思来做，结果怎啊渐渐怎啊好，我这条生命嘛会过得，所以我足用心咧甲服务啊。今日参我到咱三亚宫的庆典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看到因这西顶的景观，真的是与众不同呢。看到因伫个老中小，为着无啊，我这百年领袖来社团，搁较无闲嘛要等来参加，真是使人真感动。